韩司令，啊，司令，那个黑娃所值甚少，对于龙标和加藤之间的勾当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。看来这龙标还是很狡猾的，连他的心腹都瞒着。黑娃对于我们了解雾凇计划的用处并不大，不过放做长线，也许可用。你先别放过。再有，去找一下那个白念生。 要尽快找到他，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，都给我带回来。是。司令，那个白念生他最近又惹什么事儿了？这个你先别管，你们尽快去找他就行了。是。龙彪联系了吗？啊，联系了。我约他明天晚上来见您，他知道您要召见他，甭提多高兴了。哼，有奶便是娘的东西。 我去见了四叔，他会配合我们的行动。四叔深明大义，让我真的非常感动。看来我们雪茹的爹是一位开明之士啊。这样可好了，有了唐四爷的合作，我们就如虎添翼了。琉璃，你最近要密切注意龙标的行动，他现在是关键人物，只要盯住了龙标，就掌握了加藤物资的线索。明白。明天我就混进码头看看去。好，我们先按兵不动，等到上级的指令。 我们就马上营救出安德烈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满大街都在议论日本武士百擂台的事儿，您份很大。我知道，我去看看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气焰给灭回去。嗯，现在日本人不断激起民族仇恨，聂生，你要注意安全，没有指示不要随便行动。我知道。龙掌柜，最近码头上的事情可真够你忙的。 嘿嘿嘿，还行还行，借司令吉言，生意不错。<笑>我呀，也看了看，现在大大小小的堂口，还就你最聪明。<笑>司令，您这话是夸我还是骂我？<笑>听不出来。<笑>还行了，别跟我装糊涂。我可是拿你当兄弟啊。司令抬举。 我龙标就是义气，哼！那我跟你说，现在四处传言，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。其实，我们这些军人就是个炮灰，到时候百姓断水断粮。可是你呢，就踏踏实实。 哪只船靠岸，你就上哪只，不是吗？嘿，司令，这是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我跟加藤，这就是做点小生意。你说这，照您这么一说，你说兄弟，我这不成了小人了吗？你这，难道不是吗？嘿，好了，别说了。龙彪，我问你。 你那几条快枪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加藤给你的？如果战事要起，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？你就是汉奸。你知道怎么处置汉奸吗？就地正法。韩司令啊，我真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啊！我就是为了给五湖帮抢点地盘，捞点银子。你说让您这么一说。 兄弟，我成了该死的人了，你说我可真冤枉啊！我，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也别跟我说什么冤枉不冤枉的，我说这些话都是为你好。是是是是，不就是几条破枪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枪。不是我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也可以帮你，可是你现在跟这个加藤打得这么火热，到时候。 上边是怪罪下来，我可真不知道怎么替你说话呀。这，司令，您觉得兄弟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替你想想。如果到时候我想替你说话的话，也得有个理由啊。你看这样，兄弟，加藤那边想怎么做，你看能不能？ 事先告诉我。
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战事真的要是起来了，你就是我的人。如果是要敢动你，我就可以让他成为汉奸。哎呀，司令，龙彪我没看走眼，您确实够朋友。加藤算什么东西？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我跟您说，兄弟刚才说了，就您这一句话，我肝脑涂地，赴汤蹈火。这样，你呢，回你的码头好好待着。这个加藤要上什么货，在哪儿上货，到时候麻烦你来告诉我一声。我这边如果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也会提前通知你。哦，至于你愿不愿意告诉我，那是你的事。还有，如果这件事情要是传到加藤的耳朵里的话，那……哎呦，韩司令，看您说的，您还是啊不太了解我龙彪。加藤让我准备三个货仓，货可能这几天快到了，应该是大买卖。到时候有什么情况，您等我消息啊。我没看走。七成功夫，你就成了这般熊样子啊！还敢打什么擂台呀？啊！日本人这么无耻，还敢比武？台上台下都有暗器，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老三就挂台上了。三哥，你的伤没大碍吧？没事，皮外伤，就是被日本人暗算了，我火。四叔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，年生，皮
皮外伤，聂生，你也知道了。现在野村百里台的事情谁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三叔受伤，就赶过来了。聂生，那个日本人用的全是暗器，台下也有很多日本浪人。三叔，您先养伤，我们不会让他嚣张下去的。三哥，好好养伤。皮厚，走。来，来。 三叔，慢点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管。这么无耻的事情不制止，我中义堂在天津卫就无地自容了。四叔，您别急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年少，加藤到处找你，你不能亲自去，啊？ 我知道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气焰打下去。我看还是不要再用这种方法了，不仅危险，而且也不会引出共党。今天那个武士武功的确了得，我不能接受这个失败，我放弃了，就是接受失败。哦，我没有失败。冲动是魔鬼，野村君，你先静养几日。安德烈的情况不太好。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从他堆里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那个中国武士，我曾经跟他交过手，他应该跟中义堂有关系。此人住在北港巷。是吗？嗯。是吗？中义堂。嗯。那么此人真的不能放过。唐纪元，你终于出手了。 野村君，你做得好，我恭喜你。司令，你找我们？你们俩来了，龙彪告诉我，加藤的货马上就到了，一共要装三个仓库。看来这个雾凇计划还真不小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是啊。这个事情我已经汇报上去了，一切按上边的意思办吧。如果咱们不听命令，这件事情办不好的话，哼，又得追究咱们的责任。还是司令说的对，有时候上面的意思，咱们真是琢磨不透啊。好，反正呢，这货到了，你们都给我看紧点，尤其是那个龙彪，这小子在我跟加藤之间什么都干得出来。 要是发现他有什么可疑的话，处理了他。是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爹。好了。哎呀，爹放心了，多精神的，你知道前两天你都让爹担心死了。 看你今后还乱不乱跑，佳怡啊，哎，谢谢你这几天照顾他。哪儿的话呀，这是我应该的。你呀，应该谢谢佳怡。嗯。啊，对了，佳怡。啊。如果这几天大小姐偏要出去的话，你陪她一起去。嗯。啊，放心吧。哼。行了，你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忙去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唠叨了。 我一好了，他就唠叨我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<笑>你说你呀，行了，我先忙去了。嗯。少飞同志指示我们，马上营救出安德烈。上级通过消息了解到，他就在加藤住所的地下室里。而现在来了很多日本人，我们的行动也就更加困难了。那我们怎么进去？年生，你答应过我。 这次的行动让我来执行。放心吧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。你和刘玲负责营救安德烈，我来掩护你们。来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进去。好的。可是，这人在地下室，我们很难从正面把他解救出来。你看，加藤的住所是一栋德式建筑，地下室与旁边房子的地下通道是相隔的。我们只要进入旁边的房子的地下通道，就能马上救出安德烈先生。
你知道最近惠子在做什么吗？她倒是经常离开住所，可至于去哪儿了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嗯，你要注意她的行踪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您的意思是？你不需要多问。总之，一定要隐蔽的监视，不要让她察觉，尽快搞清她和什么人来往。我知道了。加藤先生，安德烈的身体非常虚弱，前段时间不间断的打针，还有服用药物，现在他的昏迷情况越来越多了，您看是不是先暂时停一下，让他调整一下，我们再继续工作。不行，不能停下来。那好吧，那今后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情况，他的身体虚弱，进展肯定会有所减慢的。我明白，他的年纪大了，但是我们的工作不能停止，至少现在还不能让他死掉。嗨，叶生，你们在这等着，等会儿会有人送一个苏联专家过来，那个人可能会有伤，一定要配合把那个人送到教堂那边，注意安全。四爷吩咐过，全听你的。叶生，打加藤的事不用说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人安全送到地方。谢了兄弟。啊，有什么动静吗？没有，没什么动静。一会儿炸开口子之后我先进去，叶生、夏冰你们负责掩护我。嗯，咱们等到四点钟，天快亮的时候准时行动，那个时候人最少，他们的警戒也最松懈。雪茹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马上就可以送这个外国人出城了。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你可别这么说，
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，我都愿意干。雪茹姐，皮浩哥，秀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来找雪茹姐。皮浩哥，我听说了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原来你就是和念生在一起啊？怎么才让我知道啊？我要知道，我早就不这么做了。送安德烈的人都安排了吗？我们只要把他送出城，上级派来的侦查员就会把安德烈先生接走的。车倒是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在城外。你们先用车把他送到河边，然后再用船把他送走。嗯，记住一定要小心，出去之后你们分开走，别被敌人发现。好。你安排你的人给我打探一下，如果找到什么线索马上通知我。这帮人胆儿可真大呀。行，我马上回去安排。嗯，你尽快。还有，货物明天就到天津，你要保证好货物安全。这次事件对我们影响很大，货物要在码头多放几天，你要看管好。哎呀，这看货嘛，需要点人手，时间一长，这费用嘛，可你开价，我要的是安全。如果出什么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只要有人，您就放100个心。嗯，走吧。明白。你俩给我听好了，最近把眼睛都给我瞪起来。加藤有批货马上就要到，这可是赚大钱的买卖，给我盯紧了。放心吧，大哥。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，对吧？这买卖不小，码头人手不够，你呀，把歌舞厅那边生意放一放，过来帮帮彭飞，替我把货看紧了。放心吧，大哥。天津这地方可不好混呢，加藤昨晚上就让人给收拾了。这老家伙可够狠的吧？有什么用呢？不过这不关咱的事儿，咱把自己的买卖做好就行了。龙哥，那这批货要存放多久啊？哼，鬼知道，反正早晚的事儿，你们就给我看着。知道了，龙哥。聂生，安德烈已经出城，被接走了。这个任务咱们算是圆满完成了。哎，少飞同志有消息吗？少飞同志知道这次行动之后很高兴，说你成熟了。哎呀，这几天在码头看见那个彭飞我就烦。龙彪的话也不能不听，你不理他不就行了吗？哎，我这儿，哎，快来我这儿，快搁这儿，哎，喝一杯。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。说吧。我想好了，我想走。现在谁都知道这龙彪一直是跟着日本人混的，我真的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哥，这件事儿我想了好久了。不是狗事儿，你是觉得我没骨气呗？不是不是，哥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知道你跟嫂子对我是真心的好，可我真背不起这种当汉奸的罪名了。狗事儿，你想去哪儿呢？我想先回老家待几天，反正只要不是跟日本人混就行。哥，哥，你觉得这个龙掌柜他靠谱吗？他现在就是有几支破枪，依靠着日本人。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挣钱，可是咱再穷也不能背上这汉奸的罪名吧。哥，这次就算我对不住你了。我行了，广生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走吧。
干爹。文涛来了，哎，快坐。哎呀，干爹，你今儿气色不错呀。哎，在天津这么久了，烦死人喽。是啊。哎呀，干爹啊，嗯，你说这云松图玄机的最大秘密到底是什么呀？我觉得基本可以断定大致的位置，但是没有太大的把握。是吗？那这可真可喜可贺呀。干爹，嗯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加藤啊？你告诉他，你不就可以走了吗？我不告诉他，迟早你会放我走的，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他的。哎呀，干爹啊，嗯，哎，你说云松图玄机的秘密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啊，你想知道？哎呀，我就是出于好奇心想要与您探讨一下，是不是干爹？来来，干爹喝茶。文涛啊，在那云松图整个画卷当中发现了几只鸽子啊。鸽子？然后呢？哎，几只鸽子怎么了？这不关你的事，这是大清国的事，是帮助溥仪复国的事情，你不要再问了。哎，干爹，我是你干儿子，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呢？是不是？你跟我说说啊。等过两天我复原了真正的云松图，我再告诉你。李公公，你今天是想说也好，不想说也好，你必须把云松图的秘密告诉我。你在威胁我？我现在明白了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你自己。我就是为了我自己。你以为我对你那么好是为什么？说，快给我说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我会把你的事告诉加藤的。干爹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也是一时性急，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嘛，你就告诉我吧，好不好？老公公，我会告诉你的，你给我走。你走。哎，你以为你这四句话就能难倒我吗？不说我一样知道。
谁呀？哎呦，贤侄啊，你也是来找你干爹的吧？是啊。他不在呀。是吗？哦，那我们进去等他。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幸亏我跟孔先生在一起，要不然真把我给吓死了。孔先生啊，请问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看两位公公，可谁知道竟遇到这种事情？你说这会是谁干的？祸不单行啊！小野，把他埋了。再调查一下。嗨，爹。雪茹回来了。爹，我今天回来就是为了给你做好吃的的，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。什么都行，只要是我闺女做的爹都爱吃。那我去了。哎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陪爹说说话嘛。爹，上次的事你不怪我吧？怪不怪有什么用啊，谁让你是我的闺女。爹也想开了，只要是做正事，爹支持你。可是，爹要提醒你，日本人可是豺狼，跟他们打交道，要千万小心。你一个女孩子在外，爹放心不下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了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了。你们俩必须轮流在这看好了，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嗯。司令，嗯，那个龙标的货已经到了。哦，那马上向上级汇报。是。还有啊，继续观察他们，看看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勾当。是。那个，要不要再找黑娃聊聊？这小子靠得住吗？我想他怎么也会比龙标靠得住吧。让李副官去找找。什么？你要去比武打擂？真是胡来！加藤找你找得够紧的了，你这叫自投罗网。念生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别去折腾了。啊，你没看现在人越来越少了吗？你不用管他，他自然就没劲儿了。你们听我说，就算因为暗器伤人没有人应战了，但是从根本上我们没有战胜他。就算他有暗器，我会提防他，我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真是不知道轻重。你不能去，我替你去。哎呀，你俩争什么争啊？啊，谁也不许去。我这次来是想请二位前辈在我打完擂台的时候帮我解围脱身。这孩子，你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忘了自己的事情。我去，我能让他们认不出我来。四叔，你相信我，没事的。还有谁？什么人再来？你们害怕了吧？啊！
你们不愧是东亚病夫啊！加藤先生，野村先生伤得非常严重，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，我们无法靠近白念生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做好。笨蛋！你们埋伏那么久，就是为了引出他们，可等他们来了，却在你们面前脱身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加藤先生，快把他送去医治。他受的是内伤，需要调养。嗨，他们有多少人？很难判断。当时很多围观的人也加入进来，场面非常混乱。不过加藤先生，当时我看到忠义堂的人也加入了进去，只是没有看到唐四爷。什么？好啊，他们一起来了，在你们最松懈的时候出手，这帮狡猾的家伙，我一定要忠义堂付出代价。加藤先生，您下命令吧，这一次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中国功夫痛打日本武士，卖报卖报嘞！卖报卖报嘞！哎，给我一份，卖报了啊！中国功夫痛打日本武士，给我一份，卖报卖报。司令，您找我？啊，来来来，你看看，又是这小子。这件事很轰动，可惜让他跑了。那你们想怎么办呢？嗯，老爷，老爷，我一不留神，小姐她跑了。去哪儿了？啊！吓死我了！快过来！啊！看什么呢？坐。你看，多棒啊！这是应该的，不教训他们怎么行啊？哎，可是现在外面那么乱，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，很不安全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但是呢，我不怕。那你就不能为我想想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，
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。那天你在我们家院子里，你知道我的心情吗？提心吊胆。美玉，别说了。我要说，我就是要说。我问你啊，就你这心里面，你这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说呀。我。你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吧。哎，美玉，直到天明，数不清多少树叶飘零，湖面晶映出我黑色眼睛。夹岸顶共享太平，是你对我的叮咛。烈火烧不尽我的坚定，烙在身体的印融入血里，是我的宿命。疼痛才能够让我更加清醒。血色染红天和地，为你换一片宁静。烙印上的四个字，天下太平。烙在身体的印血里是我的宿命，疼痛才能够让我更加清醒。血色染红天和地，为你换一片宁静。烙印上的四个字，天下太平。烙印上的四个字，天下太平。